喝那个金色的，对吗？好吧。一开始是喝金色的吗？开始啊。对。这是原本的。新包装。新包装。啊，新装呀。以前是白色的。嗯。过后公司有送嘛？这个就是试试喝，喝两款不一样了。哪一方面不一样？喝两多起一个老婆。所以你现在是喝这一个？啊。现在是喝蓝色的。现在两个都有啊。怎么喝呢？嗯，也是三天一瓶哦。三天一瓶。啊，三天一瓶。早上三杯咯，晚上三杯，差不多是三天一瓶。你是交替喝还是两怎么喝呢？两个。这个是晚上睡觉喝。哦。你拿着啊，我帮你看。两瓶都有喝，这样拿两瓶，这边一瓶，那边一瓶。OK。红的。所以早上是喝这一瓶，晚上是喝这一瓶。这个早晚如何喝？这个要试一下的时候喝。哦。这个也要放上去吗？啊？介绍那个产品吗？不要啦。那是嫌弃你的吗？啊？这样有两朵哦，肌肉型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们没有写你三个老婆这件事的啦。啊？就是说你喝了，你觉得有什么样？会比较不一样。哪一方面的不一样？老婆这些，我这个啦。就你觉得你喝了有什么样的、怎样的不一样呢？精神咯，精神，因为我又抽烟了嘛，没有喝之前又经常咳嗽。那这个莫妮卡就完全没有咳嗽。还是有抽烟的。啊，还可以帮助减肥。真的，之前我肚子大个了。以前肚子有多大？哦，大。我喝了莫妮卡就减掉六斤了吧。减了六斤多半，多久的时间呢？我开始喝到现在都有十个多月。那么喝到六个月之前呢，就减掉六斤多半，保持到现在。嗯。所以现在身体很 fit 了，很壮。你是在你们公司介绍下，你就尝试新的加的东咖喱的，然后觉得喝了以后，就觉得精神和身体都比以前更壮。对，好。所以现在是交替喝，早上喝一原本的产品，跟晚上早晚都喝三杯，然后晚上再加一个原东咖喱的。好，你就觉得喝了之后，除了你的糖尿病好了，心那个血管阻塞。没有了，然后也没有咳嗽了，可以说全身都没有问题了，检查100%都好了，健康啊，很健康，就是医药检查的报告都很漂亮。嗯，对。有其他补充吗？关于这个产品？嗯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好，谢谢你。Okay, 好。